日本专业的手炉加上英国顶级的这精油，美容师在这人体身躯上又个推又个刺，个人心心灵让来得到放松加舒缓，以及个课程时间真正是相当大的享受。那我们是属于日式经济的一个服务，那日本秉持的就是把诚心捧在手上，那迎接每一个顾客的一个到来。那我们在香格里拉的结合，在饭店里面引进了顶级的 SPA。1961年的日本来创立的苏斯雅美容这18品牌进军台湾也有36家，这回南下到台南进驻到香格里拉湾东饭店设立的服务据点，要将顶级的心心酥阿伯这18来炸给台南的乡亲。那我们取自于英国奢华的服务，那来自于纯正的精油，那是走身心灵，那结合了海洋疗法、植物疗法以及我们的精油，那它可以疗愈我们的身心，那让一些旅客旅程来到这边，它可以做一些肌肉生成的一个放松。以上我思苏雅的这台南古店老家来开播，台湾区的总经理也专程到场来征采。虽然是日本人，但煞真有心意来用着中文介绍家己的SPA服务。共有300家店，多支营店，在日本是最大的美容集团。台湾与日本会继续满足顾客，希望各位贵宾多给我们台湾思苏雅支持爱护。其实苏雅的SPA主要是讲究的这专业的手艺之外，也结合英国顶级的这精油，针对不同款的需求，让客推出的相关的课程服务。那我们引进了有来自于我们的也有引进了雅诗婷，那它是尊重我们的皮肤的生态学，让我们的身心还有皮肤带于美丽。那也引进了Swisslai，那来自于瑞士。那取自于它安全又有效，所以有美白以及抗老的一个产品。伊整个古店的装潢嘛，依照日本的空间思维去做着设计，搭配着灯光，后来到家做失败人客放松之，买到满满幸福感。你配合台南古店的开幕，大美人客有专属课程，拍着8折优惠，男士朋友嘛专属的优惠课程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台南采访报道。